拿给妈妈看看，对。我看看啊，这两个点是吗？这个点。谁扎的？谁扎的？谁扎的？你下来几？还有那几个小朋友被扎了？木马。是吗？木木刚去幼儿园就被扎了？刚去幼儿园。一共几个小朋友被扎的？那个。都每天都被扎吗？这个给扎。都在哪扎呀？扎过的地方，老师还得扎。扎过地方还得扎？这么狠呐？那他敢扎爸爸吗？你扎头了吧？没有呀。你都扎在哪里？跟妈说了。扎在这。还扎在哪？不可能光扎那一个地方吧？还扎在哪？这个地方。你不敢说是吗？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说？因为想去在外边呢。老师在门外边呢，谁告诉你老师在外边？外边老师不睡觉。老师睡着了，这会天都黑了，你看。你看见那个挨揍的那个老师了吗？站那儿。彩彩，你如果不说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妈妈认为你什么都会说。那个胳膊扎了吗？那个胳膊扎了吗？这个胳膊。你能把伤口找出来，妈妈看看吗？来，你能把吗？草莓放这边。你能找出来吗？爸爸帮你忙。你告诉妈妈扎的哪还哪找疼，到你肯了？定会知道。啊？这个地方啊。还有这。他看看，动俺小公主啊，不挨揍啊。还有哪？还有哪？你告诉妈妈。你看这，说明真的有针眼，你看他指的地方都有。来，看看，我看。这几天了，还扎着呢，宝贝儿。哪？指清楚了，哪疼？你看这个。为什么每天都扎你几针啊？是全班级同学都扎，还是就挑几个扎？都扎。那扎别人同学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他那个同学哭吗？哭呀，每个同学都哭，谁？哇哇哭。他说是，那你们哭他会怎么办？打，老师打到的，哇哇哭。老师拿什么打针？用针管子，多长的针管呢？这是我手指头的。妈妈，就说这。那里边有药水吗？没有呀，什么都没有。光扎一下就拔出来是吗？是不是就像我们每次抽血那个针啊？